在你叫什么？我大声屁屁。你大嘴屁屁。我弟弟叫我大声屁屁。我妹妹叫什么名字吗？我大声屁屁。我大声屁屁了。我上课我大声屁屁。我大声屁屁的课我大声屁屁。太阳话妈妈怎么讲？我大声屁屁。雅雅念一次。雅雅不不。雅雅买头，雅雅买头。你跟谁学的？还是我在吃屁屁？哥，我不是在吃屁吗？哎，非常感谢我们工作人员非常的贴心。好，那正常我们下雨天都会比赛。那今天早上的预赛，有机会进入前六名都不容易。那特别感谢我们工作人员非常非常的贴心。来，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真的非常的贴心，我们在这边。要拆开，那开，互相保留证据嘛。你要保留你的证据，没关系，你就拍。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好，那个店先拔掉，好不好？你这涉嫌盗什么东西吗？你赶快去拆，你不要再拍我，我有权利哦。你也在录影嘛，好不好？你去拆了，赶快去拆了，哎。我知道我会去拍。哎，先生，你刚刚在，我不知道你叫，我刚刚的证据忘记了，你叫什么名字？你就直接拔掉，好不好？你要。窃占公家的所有店，所有财产，好不好？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了。你先把它拆掉，好不好？村长，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你让你拆掉，这是你的现场。
酸掉十分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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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十分爱十分爱弟弟也可以吗十分爱弟弟也可以吗十分爱弟弟也可以吗你是十分爱
我真的不算你了。你是太阳皇帝呢？什么？你身上那个红色怎么讲？红色？红色。对，懂了。啊。白色。你们是哪个国小？上管打棒球的吗？不是，我打垒球的，我打垒球的。上管有棒球队吗？有，我都没打，有打人的。有打人的。那个。打不上去打人的。来，快，请站多一点。那个吃饭怎么讲？6年级。你要不要念大学？啊？你要不要念大学？要。你要不要念大学？要不要念大学？你要不要念大学？要不要念大学？孩子拿下来，快点。你们念大学？你要不要念大学？有。等一下，你是哪一个村的？忘记了。快一点。忘记了。那个年轻人不要喝酒。我该先念一样的不够。喝酒会长马贵。不那么高啊，那都马贵过得很大。哦，不喝酒不会长马贵又健康。一年长得不高一个，一年都马贵会得到更高很大。我可以说哈。啊，我觉得我觉得过了。啊？桃山的村的。桃山的哪一个部落？梅花，桃山梅花，梅花桃山，梅花就梅花村，你在乱讲啊！你你是哪一村？你是哪一个村？快点认真。那个，等一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我是女的，只是剪短头发。我以为你是男生呢。要不 B-box 来一下。可以 B-box。啊。可以 B-box。啊 ，B-box。等一下，照相辛苦。这边。你们 B-box 不会咔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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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关键字。选手证的名字。中胜。那你的嘞？好，感谢各位，各位硕红啊，他的念红吗？对。有念错吗？没有念错。那等一下要比什么？等一下要比的是大队接力。啊，大队接力。对。风箱，后面那都是你的同学吗？后面有些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可以到前面来。哇，怎么有些可以到前面？我不管就。当女生舒服用手这样抠鼻怎么讲？怎么？你打针拿毒呢？拿毒鼻鼻。对，拿毒鼻鼻。拿毒鼻鼻。对，拿毒鼻鼻。哦，我很爽，怎么讲？你说他快飞上天了，很爽。飞上天就是拿毒的，寂寞看看就是他会爽。哦。爽到不得了，你就马上可以放下去了。哦。拿毒鼻鼻。对，拿毒鼻鼻。拿毒鼻鼻。对，拿毒鼻鼻。拿毒鼻鼻。对，拿毒鼻鼻。香蕉怎么讲？第二道是不需要的。
破大会记录。其中一个单位是一中国中，另外一个单位是布里国中。恭喜这两个单位在我们这一些这一项。篮球队，各位主持人，有些东西。
你有打篮球吗？对啊，都有啊，都有啊。那个，以后想不想像陈江双一样出国念书？想。想啊，要念书哦，懂不懂？不要做，还会泼到。你们会唱什么歌？哪首歌？想听我们原唱。国语歌或流行歌都可以，唱一点点嘛。所以吃的时候它会叫一八路 BB， 因为那个 BB 里面有一个豆豆，有没有？对，挑衅的豆豆，有没有？阴蒂嘛，阴蒂。对，然后里面有豆豆，阴阴唇的上一层呐、啊。那个阴蒂 BB， 那个阴蒂怎么讲？德鲁话阴蒂，布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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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阿弥陀叫本怒，本怒。哎，怎么那么了解？孤独，我没有老婆吗？反正你们一起 B-box。可能不大适合哦，因为小孩子他们的这个还有他们的肖像权的问题。家长都在旁边跟公开活动。没有没有。有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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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是这样子是不适合的。你是家长吗？不是，是我带过来，我要负责任。你是还有乡公所带队，不是你学校带队吗？那我们可以确认。今天是全国太阳运动会，有拍太阳雨，怎么了吗？什么？不是，我是说你想要做什么这样子？你本来就在拍母语啊。拍母语。今天很多记者来，不能拍吗？自媒体。不是，我你要拍没问题。
那请问有没有授权书？什么叫授权书啊？原来你不知道，你常拍你不知道有授权书。那如果我这样拍你，你觉得适合吗？你还有什么事？你讲嘛，好吗？你讲嘛，那你讲嘛，你跟我讲。你不应该拍我，真的是不可以这样子，先生，你真的不应该，不用紧张，我们也要特别。做玻璃哈，是去那个台北的蓝桥的可能也会。都有跳高吗？我等男生，等他们完毕再男生，然后就换我。等一下给我拍母语哈，我先拍这个姐姐。等一下就换。跳高，双胞胎。等一下，我先看。你妈妈有没有什么口头禅？德鲁古话口头禅。哔哔。哈哈哈哈哈哈！哔哔。哔哔。哎，妈，还有妈什么？哔哔。好，讲完。OK， 我们继续玩。好。B-box 一下嘛，快点！再多一点，快点！你爸爸会看，快点！你爸爸在花莲做玻璃，我会碰到他。B-box。我来看看。多一点。表现得怎么样？很好。认不认识那个姐姐？不认识。哦，不认识。你是哪一村的？水湖闹。啊？水湖闹。国语叫什么？国语什么？那个村的国语叫什么？不知道。
我对不起好多人，心情好糟好冷，让我哭，别安慰我好吗？那个黄那么粗呢，我都拿来按摩。这个呢也是要削，也是这样子煮吗？不要削，对。说的那个按摩怎么讲？那么煮排骨还是什么？儿童不一样的那种。那个很舒服，怎么讲？很舒服。你问那个专业的。很舒服，怎么讲？个台式我的难过。啊。那很爽，台式阿兰。台式阿兰。嗯。怎么讲？有人讲话很好笑。个台式阿兰马海兰，很开心的笑了。哦。就很爽啊，就笑开心呢、欸嗯。我是毒打一顿。毒打。干嘛嘛？咚咚，可以啊。最后一个，你刚刚说那个又漂亮啊，那个又漂亮又直，怎么讲？它那个是叫什么？啊，那个马猴肚马脑丸。啊。马猴肚马脑丸。啊。不问。先生。哦，不要。晚上要用的。啊，好，晚上要用的。哪去了？